生日快到了，嗯，今年生日愿望是什么？生日愿，生日快到了，生日愿望要这样许愿才有仪式感。我先，谢谢，感谢啊，留念啊，好，那不用说出来吧？可以说，可以说，如果你愿意，啊，我们看能帮你实现。希望就是，所有的家人，还有所有爱我的人，所有朋友，还有身边所有的人都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平安快乐。快乐了。